我知道说到蜂巢呢，这个电视剧的名字也有一阵儿这个小蜂巢，嗯啊，比方说有一段取名字都是诱惑的，这个妻子的诱惑，回家的诱惑，这回来了，嗯，由张国强和牛莉主演的电视剧《邻居的诱惑》，这眼下正在这个北京拍摄。9月26日，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前往剧组，带来了第一手消息。对，原以为在这样耸动的剧名标题之下，我们探班怎么也得拍到一点两个人在戏里什么卿卿我我、你侬我侬的状态吧，但事实上呢，媒体半点诱惑的影子都没有看见，一进片场呢，就看见张国强和另一个男演员在地上扭打成了一团。邻居老公的诱惑，这还不算最狠的，片场的牛莉更加的彪悍。到底走不走？你到底干啥？走不走？你回来打我！到底走不走？真不行了，上了年纪，感觉上不来气儿了，太累了。这得锻炼身体，有缺氧的感觉吗？我现在看你是黑的，就有点像冒金星了，这个是太耗费体力了，太耗费体力。尽管嘴里不停地说着不行不行，但导演一喊开机，张国强又义无反顾地摔到了地上。不用说，几个回合下来，这滋味可是相当的不好受啊。你张国强老师在这戏里可真的是啊，吃尽苦头了吧？总是挨打挨揍。如果说张国强在戏里是被打专业户，那么牛莉在戏里就可以称得上是撒泼专业户了。大家还没有从前一场打架的戏里缓过神来，牛莉就抡起铁锹出场了。他可不是指摆摆架势，而是真的要动真格了。别说这运动员出身的牛莉手劲儿还真是够大，一眨眼的功夫，窗户上的玻璃就全碎了。原来是拿什么小锤。